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Judy. Today's such a sunny day, so I just went out for a walk. Okay, 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呢，我也是在刚才户外爬了个山回来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爬山用英文怎么去说。你是不是想说 climb the mountain？ 我知道这个单词呢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单词，你想用，但是呢，还是要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呢，在这个情景下面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地道的表达。那么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Let's dive into today's video。 那么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climb the mountain， 它在英文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其实呢就是像这个图片所展示的这样子哈。 As you can see, it's a lot tougher, right? And requires more techniques, and it's more professional sport. Okay, 所以呢像这种爬山呢，它可能在中文里面指的是那种攀爬的意思，你可以看到就是图片里面所展示的这样。所以呢，如果呢你像我这种是在户外呢，是一个非常休闲的那种在步道上面走的轻松的去欣赏自然风景的那种爬山呢，你可千万别说 climb the mountain, right? 那比方说呢，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场景哈，就是我现在还在山里面爬山，对不对？But I'm walking on the path with a brisk pace, not too fast, which means I'm enjoying the nature, immerse myself in nature, and consider it as a very relaxing exercise, 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for my physical health, right? So in thisWe should say hike on the mountain, hike on the mountain. Okay,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时候呢，像刚才我所举的这种情景下面，我是一个比较放松休闲的，在山里面作为一个运动方式的这种步行，这种爬山呢，其实我们应该叫做 hike on the mountain。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者的这个区别了。那么另外呢，还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单词呢，叫做 trekking。Okay, so trekking, simply to say, that means a long distance hiking. Normally, it lasts more than a day. 那这个时候这个 trekking 这个意思呢，也是表示的这种在山里面的这种爬山啊，或者叫做健步行，或者叫做远足。那么这个 trekking 呢，它跟 hiking 的区别呢，就在于说它行走的天数呢可能会更久一点，然后呢距离呢会更远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自己这个装备哈，叫做 gear。 你的这个登山的装备呢叫做 gear， 或者叫做 equipment。Yeah, because you're going to spend more than one day, right? So normally you're going to have, I don't know, maybe your camp, 你的这个帐篷啊，还有像这个 sleeping bag, 睡袋啊等等的。那这些呢就都叫做你的 gear 或者是 equipment, 就是你的装备的意思。那么说到 hiking 和 trekking 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单词叫做 trail. What is a trail? And trail means established route.OK, 那 trail 呢就是一个规划好的路线，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说 this is a hiking trail or this is a trekking trail。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爬山的一个路线，那这个路线呢我们就用这个单词了。那么 trail 呢，比方说像我们去一些景点观光的时候呢，那它也有一些这种规划好的游客的叫做观光路线，对不对？那这个观光路线呢，你也可以说叫做 tourist trailTourist trail， 所以呢它都是指的这种规划好的，所以这个单词大家可以记住哈。那最后呢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会说到爬山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像我们会说爬珠穆朗玛峰这样的山峰，我们会说攀登，或者叫做爬山。那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爬山呢，我们叫做 mountaineering。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更专业一点了，对不对？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这种 techniques， 需要有一些这种特殊的技巧，然后呢而且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运动，我们叫做 mountaineering。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大家可以看到在中文里面呢，不管哪种场合下的爬山呢，我们可能都统称为我去爬山了。但是呢你具体指的是一个非常像我这种轻松的在公园里面的这种爬山呢，还是指的是像去爬珠穆朗玛峰的那种爬山呢，可能都会选用不一样的英文单词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根据场景呢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表达。其实说实在的呢，我并不想把 trekking 或者是 hiking 翻译成一个具体的中文的单词，
词让大家去记忆。我还是觉得大家学英文的时候还是应该放在一个场景里面，你感觉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直接去对应那个英文的单词。比方说呢，像刚才我解释 hiking 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这样的一个氛围，对不对？然后呢，包括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relaxing， 然后呢是有这个 beautiful scenery， 整体的这个感觉呢，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一个词叫做 hiking。 那么情景化记单词的好处呢，就在于说当你在表达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呢，你就会自动的而且是迅速的联想起这个单词，而不用经过中文的那层过滤，这样的话会表达的更流畅而且会更自然一点。好了，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对大家有帮助。 So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Enjoy your day. Bye guys.